如果有机会可以换角色的话，我希望在万福楼饰演回我自己佟大风，因为冰辉的角色我觉得蛮辛苦的，很多打斗，然后轩轩的角色呢，我觉得戏份太多啊，也很累，然后其他人的呢都没有佟大风好，所以我还是要演回我自己佟大风，请大家记得收看万福楼8月30号晚上9点8频道。